选车买车哪家强？到店说车来帮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洛。有车友让我推荐一款霸气的电动车，今天他来了，他真的来了，他就是车中路虎、马中赤兔的迷因 MMC。看看啊，霸气前脸，双眼布局，犹如灵魂凝视；再看犀利车身，犹如一支穿云箭，一声呼啸。千军万马来相见，千里马常有，常续航不常有。云鹰 MMP 续航怎么样？专供电池能跑80公里，独创液冷一体，6年不新，缺气好用轮胎，煤气也能跑。前高精一体碟刹，后防水陶瓷刹车，跑得再远说停就停，跑得远跑得久刹得住，煤气也能跑。这就是霸气中收放自如的云鹰 MMC， 跑得远，载得满，还看云鹰大空间，前置雾灯，双倍空间，挂钩当关，足以挂满，坐的空间高下立判。宝马配好鞍就坐不累，还看高弹防水鞍座，液压单簧不惧起伏路面，鱼头液压一路平坦。神力终身锁，防盗铁链，看那云鹰在手，大势有心，霸气梦回头。云鹰 MMP 它来了，再不买就追不上了吧。